他就很害怕，很怕大家看完会，因为他一直有压力，觉得我们都是演员，然后他不是。就这两个比呢？就各有各的好。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哎，然后他第一次，我也第一次，然后我们两个就还。就是我本来蛮紧张的，但看到他比我紧张，我就不紧张了。我就还跟他聊，我说你放松，我说你不要，因为他一直很怕他会让我不舒服，就是在整个拍戏的过程，所以他会很紧绷。那我后来就比较主动跟他讲说，其实你越放松，我们拍得越快，就不会好多次这样子。嗯，你就跟他说压抑哦就过了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考虑男主角。哦，你是不是我搞错了？没有，开玩笑。没有，不是。就这两个比呢？啊，哪两个？康仁跟那个。就各有各的好。他真的在接之前跟我通话，接之后又通话，然后在记者会要播的时候，他又打电话给我，他就很害怕，很怕大家看完会。因为他一直有压力，觉得我们都是演员，然后他不是。然后我说他真的很棒，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压力那么大，因为已经做完了、接完了、就演完了，其实应该要等的成果的收，你知道？所以我跟他讲说，你已经尽自己的那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在里面，我觉得就够了。对吧？他不是会欢迎他，他不是说都会半夜打。就是他有时候会，对对，他半夜来啊，就是时而清醒，时而清醒，这个会讲很久。他会纠结一些事情，对，但我就会听他讲，讲完之后我就会跟他说，真的不是他想的。